Hello， 美女。拍到人视频啊？啊？拍到人。什么是山水牌呢？那我们先说一下翡翠山水牌啊，它在这个翡翠饰品中啊自成体系。除了寓意深远之外啊，山水牌啊对这个翡翠的这个原料的要求也十分的严格啊，不是说什么样的料都可以用来制作山水牌啊。另外对这个雕工啊要求也是非常的高，因此啊这个山水牌啊很受狱友们喜欢。如果这雕工不好呀，这意境也雕不出来。好的雕刻师呢相当于一个画家啊，以刀代笔深入浅出的山水的场景啊画在这块翡翠的原料上面。那我们画家呢是画在纸上，那雕刻师呢是画在这块翡翠上面。那可见雕刻师的这个功力啊我更欣赏。那当然我们雕刻师的刀呢肯定要比这个画呀要麻烦很多啊，所以说我个人更觉得用刀的比用笔的还要厉害啊。好的雕刻师啊能把一块很普通的料子雕成一块艺术品啊，能把它的价值提升十倍百倍啊都是很简单的一件事。可见这个雕刻师啊是非常让人崇拜的啊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个牌子啊，它出自一块料子啊，当然更是出自一个雕刻师之手啊。那这三块牌子的雕的意境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，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。小桥流水人家啊，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静人，把这个山水的形意啊融入到方寸的玉器上面。那我们在欣赏这块山水牌的时候呢，领略到超凡脱俗的高雅格调啊，山外青山楼外楼。这个山水牌啊它出自一句古语，那个古语是这样说的，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啊，寓意呢佩戴者具有宽容的胸怀啊，智慧的应变。也就是说我们佩戴的时候呀，这个胸怀啊能容纳山河啊，前途无量的意思，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意义啊。也是呢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。我们大部分人现在都是在城里边工作，每天的那个工作呢比较枯燥乏味，那偶尔低头看看我们佩戴的山水牌呢，给人的感觉心胸呢会特别的宽广啊。好的山水牌呢我们越看越有味道啊，能看看呢把人能带入这个山水中间啊。因为我们现在人都喜欢旅游啊，好多人都喜欢旅游，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旅游。因为我的时间呢也是比较紧，偶尔出去一次啊，看看这个大好的山河呀，心情特别的宽广。看看这个山水牌啊也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，能换了一个好心情啊，这也是山水牌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啊。当然要选择好的这个山水牌啊，雕的这个意境比较美的啊。啊还有一些山水牌啊它雕的这个场景更加的生动啊。你看有这个河边的垂柳啊，水中有戏水的老牛，牛背上呢还有这个牧童啊，还有一些鸟啊，还有这远山楼阁了，都能给我们增加一些乐趣啊，能开阔我们的视野。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啊美景到处都是啊，风光无限啊，壮丽山河。一般来讲呢翡翠山水画呀重点强调是水的部分啊，水呢往往是财源的代表啊，它的寓意是代表财，而流动的水呢如小溪了瀑布了，它代表的是川流不息啊，代表一个好的兆头。山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是靠山的意思嘛，有靠山嘛，所以说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在事业上呢都希望有一个靠山。那还有一个寓意呢就是山管人丁啊，水管财路啊，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一个寓意啊。山水牌呢也是有一个就是说调节我们这个环境啊，有两个字儿我就不方便说了啊，因为说上来这个平台啊这个机制啊有这个迷信色彩嘛，所以说不方便说的太直白，那大家能懂就行了啊。因为我们中国呀五千年来这个传统文化比较深厚啊，在那方面呢这个我们都比较注重啊。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这个武汉的雷神山火神山的医院啊，它为什么叫雷神山为什么叫火神山啊，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寓意啊，大家可以通过网络了解一下就知道了。那还有一些山水牌啊它有牛的这个踪影啊，这个牛呢它也是有这个招财进宝的意思啊，寓意着招财旺财，所以说这山水画中啊有牛存在呀会更好啊，有这个敛财生财的意思啊，还有一个富贵的象征啊。
因为有牛的地方就会有人居住啊，有人居住的地方呢，环境都是不错的，依山傍水，小桥流水人家啊。这个我们在脑海里一想，这个画面啊，也是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在古代呀，我们中国出了好多的诗人啊，对这个山水啊，对祖国的大好山河呀，写了不少的诗句啊。比如说这个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，王焕之的《登黄鹤楼》，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，陆游的《游山西村》，还有李白的《望天门山》等等等等，很多啊，很多的诗句啊。那我们在生活中啊，焦虑的时候呀，可以去读一读这方面的诗，也能开阔我们的胸怀，调节我们的心情。那柳宗元的一首《渔翁》啊，特别有意思啊。渔翁夜傍西岩宿，晓汲清香染楚竹。烟消日出不见人，唯乃一声山水绿。回看天际下中流，岩上无心云相逐。那这首诗呢，对这个山水啊描述的啊非常非常的贴切啊，给人的感觉啊非常的舒服啊，仿佛把人带入这个画境啊。所以说这山水牌啊，我们佩戴的时候呀，不是说带来什么样的好兆头啊，主要是能开阔人的这个心怀啊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观古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古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古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观古，微信7887-2456。观古珠宝向您承诺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十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